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生你好。Hi， Della 好，大家好。啊，最近咧喺嘅朋友群组之间对话咧，就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嗰个问题咧。咁就系有一个朋友就准备要入有一次入院嗰度，可能有啲唔舒服啦，要入院嗰度咧做一个检查啲嘢咁。咁你知啦，入到医院度，可能有时佢哋又要做抽血啊，或者又要输液啊啲嘢嘅时候，咁惯常咧啲护士咧就会喺你嘅手嗰度上面咧，就喺啲血管上面咧，就放咗一个小管道喺度咁样样嘅，咁方便佢哋每一次做，唔通每一次都同你吉一次咁样样咩啊？咁咧，咁呢个俗称就叫做中豆咁样样啦。咁但系嗰次个朋友就唔好彩啦，唔知嗰个护士嘅手势唔好啊，定点咧，就吉到佢咧就好痛，唔系痛一阵间，系持续痛咗一段时间。咁所以咧，如果有阵时我哋遇到一啲问题咧，系即系可能就吉到啊流血啊流得。或者吉到之后流完血之后有肿又出现持续性的痛法呢，咁可唔可以有啲咩嘅好嘅疗剂呢可以帮到佢哋呢，等佢哋即刻舒缓咗呢一个嘅问题去呢，咁因为呢个都唔係一啲即係好严重嗰、那个情况，但係有有时都会经历到嘅时候，有冇啲即係原生麻烦你介绍一啲疗剂呢俾我哋啲听众去可以备用到。我相信呢大部分人呢都经历过刺伤嘅，即系简单嚟讲咧，我哋当一种刺伤。系，虽然咧呢位人呢位人士可能就因为啱啱需要做呢啲咁样嘅嘅手术啊，咁啊要插支针，慢慢方面嘅抽血啊咁样。咁其实呢啲属于我哋归纳叫做个刺伤嘅 puncture wound 嘅。咁喺同我疗法咧，其实好多疗剂嘅。我喺个我自己我哋个嗰个同我疗法。字典里面我哋叫做症状嘅字典咧，我都揾到几十只疗剂。咁但当然咧，最主要都系视乎你个症状。OK， 嗱，一般性嘅嘅刺痛，譬如俾钉吓笃亲啊，甚至乎咧可能俾老鼠咬亲嗰啲咁样啦，呢种咁样形成嘅笃穿嘅咧，或者可能俾啲尖锐嗰啲锥啊吓，嗰啲锥亲咁样又唔小心咁样，咁我哋又会用个疗剂咧。咁如果患处咧系即系唔发炎嘅，摸落去系仲冻冰冰嘅，或者佢好痛，系真系受过呢个咁样嘅刺痛刺伤咗，但系呢个患处咧系冻冰冰嘅。OK， 咁我哋嘅疗剂咧就系 lithium 啦，系个稻香吓 lithium palladium。OK， 咁好啦，如果个刺伤之后咧系痛得好犀利嘅，嗱，头先我哋曾经叙述嗰个情况咧，系好明显咧系刺伤咗之后咧系痛得好犀利嘅。咁个主要疗剂咧就系 Paragon 啦，系 Paragon 系金丝桃吓，金丝桃。咁呢个一个 High Paragon 嘅主要嘅疗剂嚟嘅。咁有阵时候有啲人咧系做咗嗰啲做嗰啲我哋叫 puncture lumbar puncture， 即系佢要检查嗰、那个我哋叫 spinal fluid 啦，个脊椎嘅液体咧系抽脊椎液体咧，通常咧喺嗰个腰椎嗰度咧系笃落去咧系做，好多人咧就做咗之后咧就痛好耐嘅，咁呢个我自己都听闻过吓，咁我亦都有啲病人都系做过呢啲之后咧，就即系嗰种个余波嗰种痛，我都结果都用呢个疗剂帮佢搞掂嘅，咁呢个疗剂咧都系 high paragon 吓，嗰个金丝桃喺啲 puncture wound 之后吓，咁有阵时候可能咧。撐咗啲嘢，即係指甲裏面啦，係唔小心啊！咁你知道啦，指甲篤親咧，十指痛貴甚係好痛嘅。咁所以逢親係神經好痛好痛咧，你都記住咧係金絲桃啊 ，Piperacum。但如果咧刺到嘅地方咧，咦？點解冰冰凍凍嘅都唔發炎熱嘅咧？咁就稻香啦呢度。OK， 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同啲针刺嗰度咧，你都系呢几只噶啦吓，视乎佢症状嗰个表达嘅方法。
咁通常咧喺神经多嘅地方，系手指、脚趾啊，即系呢尾端咧，神经丛多嘅地方咧，就通常会痛嘅。咁通常咧，我都系用嗰个金丝桃啊呢方面嘅疗剂。咁所以咧，有时脚底啊、手啊、手掌啊，咁呢都系神经多嘅地方吓，咁都会痛噶啦。OK。咁所以咧，视乎嗰个情况啦。好啦，咁如果有时候咧系即系督伤咗之后咧，有时流血都流得比较多，好似流血不止啊咁样啦。咁我就会用嗰个咧系金盏花嘅靓条啦。OK， 嗱呢啲嘅疗剂咧喺我哋健康店里边咧都有一套呢啲叫急性用嘅疗剂，唔系好多只嘅啫吓。咁咧就好多我哋啲病人咧自己咧都买咗套。有本书仔教你咧喺呢啲急性嘅情况之下咧，系即时可以应用得到嘅吓。多谢袁医生啊！咁嗱，头先好似就话听到啦，咁就每即系嗰个朋友嗰、那个、那个经验就喺医院度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呢啲引申到我哋就系话咧，基本上好多时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都会遇到呢啲嘅问题啊，即系俾啲嘢尖嘅嘢吉到嘅时候，咁啊。望似好简单的问题，但系你如果你持续性系咁样痛落去，都好受到个生活上都好受到影响嘅。咁如果家中常备咗呢啲急救嘅疗剂嘅时候咧，咁你即刻可以因应嗰个症状咧，而系服用咧，咁就唔需要再免除咗又要受呢啲嘅痛苦啊啲嘢嘅时候，或者会引起处理不当嘅时候，仲会引起其他嘅并发症添。多谢袁医生今日嘅分享。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作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查询翻头先提及嘅疗剂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作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lcer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